唉，点解等咁耐都仲未有车噶？而家交更时间嘛！唉，点解要咁样对我啊？哎呀，你唔好咁负能量啦，你睇下几正能量？点解啦？你净系识 shopping。 车啊车啊！哦，最多把躯壳，暂时就当不属我。喂，有车啊，有车啊，仔，上车先唱啊！ 咦，股神乜咁啱啊？其实就唔系咁啱嘅。我知啦，啱啱一定就系你帮我 call 的士嘅，唔该晒。其实只要你手机可以收到 SMS， 同埋上到网，就可以用澳门电召嚟预约的士，咁方便舒适，啱晒有长辈同埋小朋友嘅家庭啦。司机仲可以用 DSAT 交通资讯站避开塞车路段添。哇，呢度好靓喎，仔，第时结婚你呢度影结婚相好喎。 哦，可以考虑下。你睇下呢个景，哇！成个澳门半岛睇晒，夜晚呢个夜景仲好靓添嘅。西望洋山呢度仲系新八景之一，其余仲有两湖一塔、议事亭前地、龙爪角、路环渔村、恋爱巷、福隆新街，同埋港珠澳大桥。新八景系适逢澳门特区成立20周年而举办嘅全球票选出嚟嘅。 代表澳门新面貌同埋新里程，既有历史建筑，又有自然景色，啱晒一家大细嚟玩噶。嗱，呢度就系路环渔村啦。路环渔村嘅范围北至旧渡轮码头，南至潭公庙，你哋仲可以试下澳门海上游添。45分钟嘅海上旅程，可以睇到澳门海岸线嘅最人景色。 包括观音像、澳门旅游塔同埋港珠澳大桥呢啲地标。如果好彩，仲可以见到黑脸琵鹭嘅澳门旅游吉祥物密密，就系用佢嚟参考设计噶。你又识得路嚟呢度嘅，好嘢喎！好在叫我睇噶嘛，咁就澳门 Facebook 专业讲噶啦。咁你有冇用埋福利团叻啊？里边好多优惠，买啲俾股上啊嘛。啊，好喎。 光可变，世界可变。咦，古Sir，点解你今集望到旅游超能力嘅？旅游超能力，人人都可以有噶。只要你记住我教你哋点样自省游澳门，人人都可以咁 smart。 DSAT 交通资讯站提供澳门最 update 嘅交通信息，咁大家就可以迅速掌握澳门路况，方便安排行程。慳翻好多時間㗎。